深夜男生宿舍，即时已到，准备动手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白色颜料吗？哎，肚子饿死了，怎么不是吃的呢？不对呀，谁会把颜料放床上呀？这一定是吃的，来一小勺尝尝。我这儿，兄弟们，这到底是啥呀？甜的跟浓痰一样。